早换一车呀！谢谢我们美丽的主持人，谢谢他的好朋友，常有亲戚带来您大箱有礼物，要来送给我们大家的友情。我要听到大家欢快的热情的声音在哪里？东北的朋友谁呢？
最新专辑，刚刚你们拿到的红包袋，还有包括你们现在手上拿的，我刚刚有拿到这个手机背带哈，上面有两个字，什么字？对，英台，乔乔的最新专辑《英台》，共同欣赏，谢谢，谢谢。支持跟鼓励，那么尤其是在我们的台南，咱家己的所在，不然一定，咱的贵姓牛贵一定。
啊，包括在那边王祖宇，还有我们第一名的立委陈立辉陈立伟，大家都这么的相挺，这么的支持侨友，所以回到自己的地方呢，我今天真的是拖一整个皮箱来的哦，不怕的吗？那转转变的是张培新哦，这个因为等一下直接这样打开，还都拿了，好不好？等一下哈、哦，要送大家的还有两个东西，除了刚刚这个还没有介绍到，这个是小，这个是乔乐的这个手机的这个气囊支架，没有了，就是把它贴在手机背后，然后把它拉开，你可以追剧，也可以夹在手上，知道怎么样哈、哦？没有，不要把它拿坏，不要把它拉坏了。那重点是这个照片，这个是最新专辑《英呆》的这个封面哦。那这张哦，你若无爱吼、哦。提东西甲蛋掉啦，唔好等下吼，我看到伫涂骹吼，啊你啊打打打要涂骹，啊你我会伤心，好不好？好不好？那这个呢？这个还有吗？还有。还有，要把它继续送完吗？但是呢，我跟你们说，因为我的歌吼，听说我等一下再一首歌而已，对不对？那我剩下一首歌，但是这首歌呢，因为我要邀请一个也是我们呆郎仔的很可爱的我也很喜欢的一个妹妹，她呢唱我的这首歌呢，唱到有时候如果我在现场，然后呢我就会觉得说我好像把她的歌给唱走了这样子，你那边什么代表挂请去修挂了啊，这是这个我们先来用我们的热烈的掌声邀请我们的张雨静小朋友，好不好？谢谢大家，张雨静哇，雨静呢，她呢也是我们台南在地的，美人在地怎么讲？对吼、哦，那我怎么讲？啊，很可爱哦。那呢，等一下呢，乔佑跟那个雨静呢会一起合唱歌曲。那在合唱歌曲的当中呢，我们也来送小礼物，好不好？可以吗？可以。OK 吗 ？OK。OK， 好不好？好不好吗？你们觉得好不好？好、哦。那看等一下你们的这个。反应啦，好不好？你我已经回中国看了，我从中部赶回来了。如果说呢，再继续唱晚一点，我也无所谓啦，好不好？哦，那挺好不啦哦，好，没关系。来，接下来呢，让我们赶快先来安排这首歌曲。这首歌呢，刚刚我有说了，我已经没过两句衰啊远啊。为什么？因为呢，来行的哦，因为乔佑是台南玉仔人，弯刀拢真衰啊，所以我有一个衰啊公主的外号，芒果公主的外号。所以呢，这首歌曲呢，今天来送给我们台南的乡亲朋友，这是一首非常感恩的歌曲，因为伊是咧表现了乔佑对着爸爸妈妈感恩的心。这首歌曲叫做《衰花芒果花》，乔佑跟雨静一起送给大家这首歌曲，谢谢。